在我裤子上。嗯，那是什么？柿子。是什么？鼠妇。嗯，我们家今天来了一只兔子，哎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好可爱哦。我跟爸爸讲。爸爸是爸爸跟我们讲的，好可爱哦。为什么？爸爸刚刚出来的时候就看见，然后就叫妈妈来看的。我也是。嗯。我也听。他是不是很可爱？你可以形容一下这只兔子长什么样子吗？它是黑白的，然后白白的，有一些部分白白的。嗯。然后它的耳朵是什么样子呢？是长长的，跟 Puffy 一样吧。可是它跟 Puffy 的耳朵有一点不一样哦。你可以仔细看看有哪里不一样吗？不知道耶。Puffy 的耳朵是垂下来的，对不对？是。那它的呢？它的是垂上来的。它的不是垂，只能说垂下来，它是往上翘的，对不对？它的耳朵是直直往上翘的，很可爱吧？是啊。